凌晨，路边民宅突然来了一辆白色轿车，高速冲进来，撞倒两台机车，车头撞到柱子后停下，车头冒烟。接着后方来了七名恶煞，围殴驾驶，还喷辣椒水。哇，有人来哦，我个跑。七名恶煞追打驾驶，女乘客来劝架也被推倒，现场吵吵闹闹。后来七名恶煞开车离开，受害屋主下楼看到大门被撞破，修旅车也刮伤，满地碎零件。白色的轿车则是车头严重受损，安全气囊爆开。是我们在睡觉听到嘣一声很大声，我们才下来看变成这样。我们在公被停了，公你看一脸凶来。警方获报到场，驾驶跟女乘客受到擦挫伤，眼睛被辣椒水喷到，不断用矿泉水冲洗。而这起暴力冲突发生在高雄苓雅区，白色轿车疑似跟另两辆车发生擦撞，爆发追逐，最后失控撞进民宅。他也调阅监视器锁定这两部车，我们目前以车追人当中。高雄深夜爆发玩命关头，飞车追逐失控撞民宅，还当街围殴，实在太嚣张。警方已经锁定恶煞身份，将全力把人逮捕到案。记者王一瑜、王书宏，高雄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。比方说，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，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